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同修大德们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十善业道经的习讲呢，暂停一次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前些日子呢，有同修跟墨学提到，希望呢能够再出 DVD 专辑，能够流通。那么有同修要发心，但是这个发心的人呢，叫我不要说出他的名字。为善不欲人知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所以，为了不辜负同修们的期望呢，讲什么内容，墨学呢琢磨了很久，最后呢决定跟大家报告自己所听到的一桩真人真事。这桩真人真事呢，是在我初学佛的时候，道场里面义工同修告诉我的。当我听到这个因果事实之后呢，可以说是受到相当大的震撼。因为这位同修告诉我，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们台湾青少年心理辅导创办人张老师，而且呢，他就是京剧，也就是评剧里面那部《旷世奇冤》的戏码《窦娥冤》。当年让窦娥含冤而死的贪官，如果不是张老师亲口说出来呢，真的是叫人非常难以相信呐。既然这是一桩真人真事，我们以前呢，都把《窦娥冤》当作戏剧来看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窦娥发誓生生世世找这个害她的人报仇，而且跨越时空找上门来。为了了解这桩事情的真实性呢，墨学当下就问这位同修有没有录音带。因为墨学很想听张老师亲口说，他说没有啊，因为这桩事情呢是他的妹妹在美国的西来寺听张老师讲的，那这位同修就讲给我听。那么或许是佛菩萨加持我这个有心人吧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在无意当中就把张老师的这段故事呢，也说给我的一位师兄听。结果呢，听完之后呢，那位师兄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要找这个录音带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但是我找不着啊。”可是他却告诉我说："我有。"哦，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那么，这场讲演是张老师
在民国78年的时候讲的，算算到现在你咋当啊，而且他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。20年前，他那个时候讲的是20年前，20加上20多少？40年啊。但是他亲口讲的，我真的相信。而且呢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都了解，这个世间决定是有因果的，就算你不相信，它还是有。所以我们今天这篇题目呢，就叫做跨越时空千万里，旷世奇冤因果现。副题是就算你不信，它还是有。那么看样子呢，今天我们也是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个缘呢在我们这里成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为了忠于原位，底下墨学所说的我，诸位不要误会，不是我，不是墨学，是张老师，同学们不要搞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张老师说，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，我个人前后20年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搭救，让我今天能够存活下来，还有机会跟诸位见面，所以我愿意做一个最好的见证。我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确实是有因果，确实有轮回，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呢跟大家来提出来做报告。我今年50多岁了，已经有3个孙儿女了，而且呢，我曾经度过了几次生命当中的致命危机。现在呢，我就从我的家事说起，我的家庭状况。一直到我34岁那一年呢，我的母亲才让我知道，原来我的父亲呢是在36岁过生日的那天去世的，而我的祖父也是在36岁过生日的那天去世的，我的曾祖父也是在36岁过生日那天去世的，一直到前面5代，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。可是这桩事情在我33岁之前我都不知道。我们张家的男性一直到上面5代都是36岁生日那天去世，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啦，这是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。可是到了生日那天呢，就是过不了，而且都是长子老大。那么在女性来讲啊，是34岁，我姑姑是34岁生日那天过去的，我的姑婆也是34岁去世的，一直好几代都是34岁。那么我有3个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孝顺的孩子，
在我生下第三个孩子以后呢，我就又去读大学了。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是读社会系，因此呢，我后来就到少年队当辅导老师。有关张老师跟我的缘，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，开始结的。我在33岁那年，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怀了我的第四个孩子。那么，我的母亲呢，有一个好朋友，原来跟我的母亲一直是很好的，感情很好，形同姐妹。后来呢，她也落发出家了。所以，这位法师每次到台北来的时候呢，都会到我家里来。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向他顶礼。那么就在我怀孕3个多月，不到4个月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来的时候，我也是向他顶礼。顶完礼之后呢，我又再向他顶了一个礼。他就讲啊，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顶礼呢？我说呢，我这是为我肚子里面的小孩跟你顶礼的。那么他就摸摸我的肚子，就说了，好，我收他做徒弟。所以法师呢，就给我这个第四个孩子取了一个法名。但是呢，我这次的怀孕非常奇怪。怎么奇怪呢？因为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我三个儿子再加上我的先生呢打我。哪有人怀孕是这个样子的，要人家打。所以他们跟我说啊，那怎么可以打妈妈呢？但是我说一定要打。而且我跟我先生讲，我呢平常都给你气受，现在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报复啊。而且呢，这是我要你打的，快打呀。他先生就讲了，那不行啊，那个意义不一样啊。反正啊，说好说歹，他们父子就是不肯打。最后呢，弄到我跟他们翻脸，因为我难过的，一定要他们四个男生呢轮流打我。因为呢，我的先生是个军人，我们住的房子呢，就像是condo那种房子，这是英文呢、啊。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呢，我们离隔壁的邻居是很近的。因为每当我难过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撞墙。这一撞墙呢，那这声音很大了，所以隔壁的邻居太太呢，就以为说呢，大概是我们两口子又吵架了。可是看看我们呢，又不像吵架的样子。所以说呢，这位邻居呢，他也是亲身经历了我的故事。所以后来这个隔壁的太太呢，她现在也学佛了，而且学得比我还要虔诚，因为她亲眼看到了这个事实。那么再说说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是一个常年吃斋吃常素的人，笃信佛教，她是绝对不会杀生的。可是当她知道了我怀了第四个孩子以后，而且她知道我的预产期竟然是
34岁生日那天，我的母亲就坚决地要求我把这个孩子拿掉。当时呢，我在心里面还埋怨他，我跟他讲，您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，但是为什么要我拿掉孩子呢？可是他老人家就是不肯告诉我，不肯把原因告诉我。因为我们有兄弟，只有我们两个姐妹，所以为了要尽量让母亲晚年能够生活得很开心，因此呢，每当他老人家想到要吃什么东西，想到要吃好东西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去帮他买。那么就在这个小孩子我怀孕6个月零10天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呢告诉我，她说她想吃峨眉餐厅的银丝卷，所以那一天呢，我就到这家峨眉餐厅去帮她买银丝卷。那平常啊，我也不是，倒也不是什么特别节俭的人呢、不是很节省。可是那天买了银丝卷之后呢，一出门口呢，正好就看到12路，大有12路的公车，于是呢，我就上车了。可是上了车之后呢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让位子给我。那么我就想，这些年轻人呢，可能为了怕不好意思吧，所以呢，你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故意把眼睛闭起来，假装睡着。但是坦白讲啊，人都是有良心的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孕妇站在那里，你自己还大辣辣的坐得一动都不动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呢？所以呢，他们就假装睡觉，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让位子给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啊，现在真的是世风日下，年头不对了，对孕妇呢都没有特别的礼遇。那么当然呢，我就只好站在车长小姐的旁边。可是没有想到呢，当车子开到长安西路的时候啊，突然呢，车子一个紧急刹车，我就跌倒了。那么回到家以后呢，我的肚子就痛了。那我的先生呢，就把我送到仁爱路的一个李妇产科。那个妇产科的医生呢，告诉我，这个孩子我们尽量救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安胎，所以呢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提前把他生下来了，只有6个月零10天，可以想象很小，而且是一个男孩子。